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得着亮光。生命记第九天，生命记六章一至二十五节，遵守最大的诫命，专爱耶和华。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本章最重要的主题是遵守最大的诫命，专爱耶和华神。详述内容如下：一、要专爱耶和华，
奉献生命给神。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这里的诫命、律例、典章中有一条最大的诫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期待我们能完全彻底地用生命来爱神，心中不可有别神，要爱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另外，不可以试探神，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以色列人试探神是一种不相信神的表现，罪惹神发怒。二，将诫命传与后代。摩西将诫命告诉以色列民，借神的话引导他们一生，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可长居应许之地。另外，他提醒他们要殷勤教导儿女遵守神的话，因为上帝的话能引导人走正路。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或现今的基督徒都要时刻学习律法，不管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反复温习，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现今的犹太人采用这段圣经经文的字面解释，严格遵守这项习俗。每逢周日晨祷，他们都在左手和额头上绑上经文的佩带，也将经文写在门框和城门上，借此提醒进出的人。今日的基督徒虽然没像犹太人要在手上、额上、门框、城门上放置经文，却要将上帝的话牢记在心中，不管在哪里都要反复思想并实行出来。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常常提醒我要认真反复思想你的话，并存记在心中，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反复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导读神的话，生命记六章四至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阿们。哈利路亚，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要一生都要来称颂你的名。主啊，我们要全然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听，要谨守你的一切律例诫命，因为这就是你所吩咐我们的，使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得享你丰盛的恩典。谢谢耶稣，阿们。是的，主耶稣，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是的，圣经上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一生遵行你的命令，以至于能够一生不偏行己路，所言所行都能够讨你的喜悦。Amen。 是的，主，我们一生都要讨你的喜悦，因为你所赏赐给我们应许是超过这世上一切的。求主带领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引领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决定，使我们时刻都蒙你的恩典。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时刻都能够蒙受你的恩典。主啊，你是唯一、是独一的真神，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你，学习你的样式，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永远不灰心。因为我真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磐石和高台，是带领我们跨越那不可能的神。谢谢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阿们。哈利路亚，主，是的，谢谢你，感谢主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不可能。是的，不论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相信神都爱我们。主啊，是的，我们要向你求那个不动摇的信心，相信不论是高山或低谷，你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阿们。感谢主，你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美好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一生敬畏你，遵行你的话语，不偏离你的道路，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时时经历神的恩典，也使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